Powering on. Mic off. Mic on. I should have asked that. 我看了很小，这两个出装暴风凉水好，来，我看看这两只废掉啊，真傻眼，怎么我会废掉，开玩笑，很气这边有谁啊，有怎么好凶啊，好凶，Hello First time， 哎，给他吃，给他吃，啊 ，Nice， 挂这广告，哎，你怎么在这？看到吗？妈妈吓死我了，看不到我在里面吧？看不到吧？耶，他成功了！哎呦，走了走了。好冲！抓到你啦！啊，不要啊！被你抢到了！哇！你勾到我就你的队友被抢先。真的。抓走！刚刚是舍破的对决，下面是也开了一场混战。哦，我普攻打死艾希啦！哎，原来要打死脑面子，我被普攻炸爆了！啊！那你们还要打我？哈哈哈哈哈！骚雷！哎，你害到我了！你害到我了！哈哈哈哈！救命！没蓝了，救不了。我决定开狙击机，要很讲话。对啊，你在别队，这样跟我们会打架。另外一个也在别队啊。哦，开狙击机。我这怎么拉到奇怪的东西啊？蓝呐、啊，你怎么会拉到别人？我不知道怎么那边会有东西被我拉出来。你的朋友的好友哎、欸。我刚。复活走进去的，这个是谁？这俩人是谁？啊！这，哎，我被陨石打到了。啊，死不了啊！很痛啊！我当然都死不了，很痛啊！刚进你的是谁？啊？我在跟你讲话。不同队的、欸，你喊、啊、什么？你在阿芬那一个。那个一开头的那个，是你在问这个吗，林南？啊？什么一开头的？我不知道一开头是谁啊。对，所以你刚才是在问拉拉之类的吗？不是，我是在问我朋友。好，拉开聊聊。哎呀，不够，对的。那、啊、决定我要窝在家里看你们打。这么凶的吗？这个你看，你看。帮你上救！哎，老魏，老魏很气哦。回来啊，去打！这边没大空。原始城没中，可惜。我们好准啊！哎呦，林娜，你出门啦，好玩就好。拉拉，我们雷西怎么称呼啊？他们雷西不是我们。他怎么不出门哎、欸？不夸啊、喔，雷西哦、喔，雷西。对啊，上场没转。可以加飞尘，飞尘勿扰的飞尘。哦，好。我死了，好，不要欺负我。
哦，我救到你了！我一个扣反是正确的，我一个超屌 MVP。知道不叫？让我知道了，其实。啊！妈妈把他抓过来，吓死我了！他一直往草丛里丢东西，不抓他抓不着。没错。那林丹很可怜。好，没事。哎，刚才小兵，就看你。哪位？啊，这个可以。啊，哎，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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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勾到。太惨了吧！哎呦，这个我不画都有。没有，我刚跳窗户，我刚刚飞单。哎呀，大慢电一下。没来了。啊，是啊。哦，出名单。后面后面，银帅，快点。能吃啊。都能吃。我想说你要去前面抓人，一点。啊，对，我是要问葡萄问你，哎，葡萄，为什么萤幕啊，就是没有设定的情况下，它会有时候亮，有时候暗啊？是萤幕坏掉吗？啊，拉不到。它是坐垫，然后我接电脑的，然后，可是我昨天用的时候不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用的。哦，还没。这个刷，感谢。要死了，还是要死了？我不能。你勾了一个前机啊！哎，有，这是一个。哇哇！好久。自闪。我的天哪！流氓！哎，好痛！哎，你是流氓是不是？是。流氓阵营。打他！如果选 A 大师，我看现在 E 大师在流氓吧。哎，这个我不行。我被打！我的血量很差。干，这个人在当流氓。哎，这小兵没被打掉，干！材料，烂炮兵。好，骂人家烂炮兵。骂你啊！没有骂我，超好的。拿到，一发移动。哎，差点收到。呀！哇，好痛哦！这什么鬼啊？场面非常的混乱啊！我记得，哎，枪都没有，太早关注了。啊！去。不要了！干嘛哦？不给你耍啊？养狗。没门，凯特琳不用回家梳妆了。哦，要啦。好啦，我回去嘛。我爱情好爽。哦，哪位大炮贴哦？哇，原来是个贝特。哇，我可以，我成功了。你刚刚，一半你别放过我，最小不少啊。哦，来啦，怎么梳妆？教我。梳妆，喷雾镜。武器，然后火爆，电刀，攻速血没了，哦，没了吗？剩下随便出都可以吊打了。哦，好。他们等下出来就死了。我是觉得你可以出幻影之舞啊，那个真的是蛮屌的一个装。
快点你还在这里啊？哎呦，我在 shopping 嘛，你跟 shopping 是要花时间的，你知道吗？干你妈的！干你他妈的！谁逛街不花时间啊？男生逛街超不花时间的。所以我说女生吗？我就是臭婊子。好，你不要骂女生。啊，你怎么会说大陆人？大陆人不是看这个？哦，这个好，哦，我全部包下来。哇，那个叫潘娜哦。不是，拉拉，大陆人是老板，这个，我不要，其他全包了。对，是这样。没错，是这样。要掉喽！要掉啦！哎呀，你们给我滚！哎，什么？啊，再会了哦哦，你怎么可以学我带进化？我就是学你咋地？我想说你被抓了。我这个不够位，我抓到。因为我走会烂啊，我当然带进化。二，两高我没门。哎呦，妈，我不要你，我要别人。我要别人是什么？哎呀，有人回来了吗？哎呦，啊，是你啊，欢迎光临。哎，虚弱很快哎，都死了呢。我来救你了，点他。老爷在给我刷币了。哎，哎，光啊。我就他妈霸凌你，怎么样？哎呀，别啊，拉拉，要出去玩而已。哎呦，打不到。啊！啊，要死要死要死！都是游戏。这没办法。你不要走进来啊！哎呀，你看你，哎呀，对不起，干嘛啦？我想要偷打一下嘛。你走进来，我就被人家发现了，偷打。哦、什么鸡巴洞？阿偷没有，我们很复杂。你们在内战是，你也想打？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大家看有没有人跳啊？对啊，小王吗？我都不知道李娜会不会玻璃心跳了、啊。我有碰到我了。哎、老威，老威出来了！烧飞了！而且一定很无奈，看运动愣子。老威，我最爱你了。啊！去！那老威死那么惨啊，七六十一。他一个直接被阿飞，阿飞。他干嘛？哈哈哈哈哈！一个换的，我靠！啊！中国拳打的真烂，太弱。你的鞭子有毒啊！哎呦！那个血量好诱惑人啊！哇！啊，我好废啊！好痛！哎呀！跟走啊！哪位？哎，靠背！你给我变！
你在接了，好可怕！哎，你看，你看，知道吗？走了，走了！啊，吹死了！能不给他玩游戏呀、啊？打完了，你准备拿出去点？我这里帮他准备。我就想霸凌这个啊，这个他妈残血太那个别了。我操！哎呀！啊！我没撞到！哎呀，我滑鼠卡住了。你还知道死啊？来，把他毒，你就被杀掉了。暴击、啊，我的夹子。他居然不拉灯笼。哎、欸，还得我往哪里走？我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没事。哎呦！手皮带好多尾刀盾啊！哦哦哦！被打成猪头了，猪头，猪头了。凉了，凉了，凉了嘞！不会啦，啊、不会啊，凉不了。啊！啊啊啊这凉啊！我会给你点点花。哎，我去补个妆好了，我打人好痒。你补个妆就要爆开啦！可是没办法，哦哦、更待何时啊？哦，直接躲在后面啊！来、哦，哦，这个棒，可以啊！我来。我要想办法来灭这个脑威，脑威无辜，开始队友猎杀，猎杀脑威，游戏可以输，脑威必须死，脑威好可怜哦，你在打路，好痛哦。哦而且重点是被勾的是葡萄，然后我死掉了。对哦，我以为没有被勾就不会有事。加我牢骚一局呢？好猛哦！哇，你去就不好玩了。哦，这个拉克斯对我是很厚。好啊。哎，凉啦。你输出啊！要输出，老威现在都躲在最后面输出了，干超垃圾。想想，放好你的夹子啊，先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放哎、欸。我在塔周围啊。好痛哦！为什么金克斯打我？那个双红要合什么？啊？啊嗯、我那个幻影之舞啊，白痴！我才刚出门就被打，为什么金克斯打人那么痛？打人那么痛？他就是那样的。哦，好吧，我都出不进了，我觉得打人好痒。对，我刚有这种感受，痒爆哎、欸！
那你要尿杯啊？啊？有。哇。哎。我怎么是按大的？应该是毛起来打的，那应该是很强。我记得我之前跟他玩过，他不是白啊，无所谓啊，三番这个，双番。是啊，怎么矛头指向啊？矛起来一针对啊！没关系，我要杀的人杀有杀到就爽了。我只是一个辅助啊，混蛋！哇，直接开踹！干嘛出辅助呢？九二七二，很高的输出啊！哎、欸，你有看过更高的6861？什么686？有，我看到。啊！像林奈走了，他没有还有要玩，好奇，看来是没有。发现啊，944。老王嘞？是啊。老王赶作业啊，没办法。这林奈是干嘛？直接玻璃心不打、啊？他不就他打？他直接把他朋友带走，呵呵，干！我知道啊，我干的。还是啊，你们的虐杀。真的。谁知道他每次玩个游戏都这样，我就讨厌他妈玻璃心都这样，妈乐死。老王嘞？啊，赶作业。没有给你赶作业。交上哎，让人家赶作业啊！我都不交作业的，你凭什么？那是你啊，人家那么乖。放屁啊！那你乖、啊？说啥呢？画图。来打！来打！来打！我不管。你要被你们老师那个。没关系。我今天已经画完一张了。还一张？你不是有六张？还有六张？四张而已啦，我已经画完两张了。还有两张。只打一场哦，我没有，我不贪玩，就是打到飞机啊。没有，打一场的。没有，打一场，不可以打一场玩啊。怎么会我跟老维一对啊？嘿嘿，只打一场。老维很猛哎。干你老维牙术很猛。我要去厕所。好。他怎么不给我锁定呢？他给我锁定了。在你们选角的时候，我要来画我的图。我觉得、哦、你出了那一只，你不是有一堆北蓝角要出来了，有点可怕、啊。哎、欸，你要干嘛？你啊？啊？金鱼你在吗？星云不在，他去厕所。太可惜了。去。绝对有点可怕，你们这些人好像不太安分。这怪怪的，姐啊！去年我那只，我会玩那只啊。那首歌。啊？我那首歌输出吗？可以啦，我直接是玩 AP。好。No, 胖死你妈的！哦，干对面那三小啊！我很瘦。对面那三小、啊，对面那主人很瘦。哇、啊！哎、欸，我们有波比啊，干！长不像莫菲斯的大吧？
挡得下人，大挡不掉。他大将。好，你学我。我两个人对上三角函数了，看谁比较强。嗯，应该吧。自己先输了一节，不，因为我数学真的很差。这个好好吃啊。哪位屁股要小心啊。哪位玩什么？他好像玩老鼠不是？哎，我很久没玩牛啦，要不然 EQ 就把人家撞走啊。哦，不是 EQ 哦 ，Q 打你。他 Q 是把人家撞走，一直把人家打起来。不好说。行了，嗯，什么呀？我今天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生，然后她突然密我，然后让我有点可，就有点害怕。不认识了吗？不是不认识，是认识，但我觉得没有很好。然后因为之前就是我朋友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才就聊天。可是我是为了我朋友。就帮我朋友处理那件事，所以我们才聊天的。所以，出门章鱼。我刚才按了。慢章鱼。干，你也是章鱼啊。干。我帮你干嘛？我这血太好好吃了，救命！妈的，那个接血球我差点被害死，干。然后他说，如果有时间要见个面，可是我就跟他不熟哎，你知道吗？我只是害我一个很尴尬。也有事。我有靠哟。那你就玩具啊。他不能不死啊！你们要把他解决啊。阴人呢 ？Invite。啊。他怎么没有被毒死？干嘛了？打屁屁。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那个嘞？哪个嘞？就是跟他见面嘞。你不想就不要啊。好问题。我已经好缓了，怎么都那么缓了、啊？好难躲那个匿名的 Q， 好缓哦。看，要吹几次东西啊？看，老了，怎么老了？你才老了嘞！你几岁？我几岁啊？看，不是几岁的问题吗？那应该也很老。而且你刚才说什么老了，其实我没听到。干。没看到。没什么事情。把你就把他挡下来了，干。不舒服啦，我屁股太软，不松快。那你为什么要玩 AP 牛？有人说那个章鱼没什么错。对对。我也说。那我要打做家政，我不要输出。没有啊，都说的，你输出最高的。有人这个包墙放错边。对不起。老了。那张六龙快跑啊！说话人哈。好，我要灭鼠，我要当灭鼠大队。快跑啊！老王，你在前面右晃，你会被撞哦。没关系，
实还好。我发现这老鼠躲在最后面啊！啊，被咬，被点飞。干嘛打我了？我没有打你。我只是进来看一下草丛，一下看一下草而已。你打的地方，你知道吗？你可以给你。然后你跑来撞我啊？把我撞倒了吗？没办法、啊，我出场啊，我一定要走在前面啊，不走在前面不行。好吧，那你得走另外一边。哎、欸，我打错人了。干嘛啦？哈内啦！哎呦！太久没玩了，不玩我把球。哎呀，小兵好讨厌！我不会打 WQ 了。现在不能太晚按，碰到就按。拜拜。那没有了，哎干，你还是死了。我被玩到了。好。哎，你怎么这么疯了？我那个没，哎呦，守卫捕鼠大会，来过来，爱人，干嘛啦？放屁哟、哦，是的哟、哦，牛角会痒。牛不要闹哦！没有说牛不要闹了哦。谁呀？在里面，就是你。啊！不要踩。你要踩？你为什么要踩？哎、欸，没事。哎、欸，没 Q 到。亚瑟维死了，死了，被你看，怎么不好意思叫你走？嗯。我撞那个章鱼之后，他跟我一起推我。我觉得，抱歉，如果你想杀他，你要跟我说啊。没有。好玩的。我没死。而且这个风墙怎么又开另外一边？动画师不啊？太快了。傻啦！我觉得你这样很亏。干什么？我觉得他这样真的很亏。我觉得很好笑。太久没玩了。方天子。等个三十块，买谁？真服我了，真是傻。好啦，你干嘛？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我明明就先开大了。哦。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很好笑。我在戏剧性演出。他们点局。七九的。东东，你倒是打的牌。他最近是 QQ 吗？我是啥？小大力。看是谁传讯息给我。什么啊？太快了，哥哥！等一下，等一下，我是传讯息。哎，把你！哪位？你还敢现身呢？等一下啦，等一下，怎么会有一个人传讯息给我啊？你快死了！因为我快死了啊，我还能怎么办？哇，这么凶，拉出来！哦，破死喽！被捉到了！阿峰抢没了！哎、欸，这技能是这样，放错啦，这个才对啊！还敢站 A 啊？这七四五好像没什么用啊。那个什么，谁啊？他是谁啊？我想一下。是谁都不重要了、啊。赖你吗？这个。你有兴趣再去看他，你没兴趣看他你没有用啊。哦。你知道一个东东完全不想撞那个妮妮，他在等你。谢谢当当。哦，妈的，心累累。哎呦哎呦，不错。看好了，这个脚，赶快算啊！但脚还是没大呢。啊，要打！哎，我刚刚、哎、我要打那匿名啊，老王打在前面。因为刚刚我不该停下来的，我应该再往前走一点。那个什么啊？都算好了，那个，你不要走，跟小兵走在一起，因为我会请。那个谁呀、啊？我想一下。那个。哦，丽佳说他等一下可能会玩。哦，要玩再开，我再开，因为我现在关着。不是，我说 low 啦。哦，哎呀，哎呀，走开啦！你用脸接呢？你说我吗？哎，对，过了。哦。哎呦，很弹，很弹，拉拉很弹。有人满血吃包啊！老师，这里我们这里有人满血吃包，我看到了。没有，我跟你说，你们那边都是这样的人。你有借？没有啦，我看。这跑来丢我哎、欸！我把。哎呀我被霸凌啊我也不够大啊没有我刚好有视野你知道吗就是有人满血吃包啊哎我拍下来了
凉了。啊，凉了就凉了，因为有人满血十八啊。一直很介意有人满血十八。太越狱了吧？那没有差哦。舞蹈都不知道抢多少钱就报废，那是完全没有差的。不差，好玩就好。我们只在那牙都我在抢包了。啊！又被蚊子了！杀虫剂。哎呦，好烦哦！倒。啊！不跑。都傻呢，不玩威风再带进化。不然他是干什么？不知道。工作呢？啊。我知道那只好像很少伤害。我以往都是带清晰的。带清晰没什么用啊，这只不错。清晰是李奈的专属技能，你不能拿去。我会跟他借来用一用。而且是最有效的。老师，我看到你了，还敢现形啊！我被发现了。我原本要闪现的，可是我发现你妈闪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没有按了。过来，按靠腰。靠腰，你不会？他拉我看到了。当错，当错了。哎、欸，我一个空大。哦、没队友啊？干嘛、啊？没有，我不想，我怕我把他干掉，太没送。他没有被小兵打死。谁？我妈？不怕，我不会没送，只会笑而已。我没有很。我刚才在犹豫，那一下普攻，我不要给他敲下去。你去敲没有关系啊，我不是那个很介意的。啊！打他！啊，老鼠在旁边，没关系，我把它杀掉。哎，怎么是别人的头啊？我以为是。你要点他、啊，看你这种变装式啊！没有，我这。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拉拉的。我就他妈一套技能在怪他脸上，妈的，这边白目。我已经开始看我要出什么装了，好不好？灌他一套他就要死的东西。哪有？不要这样欺负脑威好不好？对嘛？我们三个都在欺负他了。天哪！脑威很可怜，他妈的，他都不敢出来了，可怜哎、欸。干他是隐形这种先臭靠背。他们现在是直接在整脑威。嗯，你们不要欺负脑维啦！要欺负啊？都围殴他，因为脑维很强。对。我怎么饲养一只半脚？我太极限真的。就。干嘛啦？干嘛这样子啦？这边变掉。干。干嘛？哎，金牛真的是有够软的。真的有够软的。我笑得好开心哦。哎呀！哦呦，好多东西哦！我只想吃个血包，只是想来舔个包而已。为什么要出这个啊？我不就是很烂吗？哎，干嘛啦？他妈的龙柱！他哪会想要撞我？因为他太远，被波及的。我连今天都没有。你好痛哦！为啥出这个？这好用吗？你说谁？这不是谢谢。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你来揍我，所以我只能揍你了。然后老王，我都没用，你竟然跑来揍我。
我傻了。哎呀，战场上是没有同行的。交给你了。哇、哦，不是我的 W 打超小。哎、这边不是有东西吗？看错了。哎呀，好烦人！你为什么要玩？我刚以为你在这里，然后我就一套灌在这，然后结果他跑在这里。啊、为什么你要出魔呢？他的 Q 算普攻吗？算。你可以试试看啊。他就给你戳就好了。对，给他一个车轮饼，给他一个车轮饼。要啦，没看到啦，懂不懂？我也看到我猎物了。太可怕了，你都欺负脑哎、欸！中奖！哎呦，哎呦，我中什么？小沙粒啊！你是小沙粒。要啦。哎，打小兵，哪位嘞？谁是哪位啊？呼吸，对。啊，干嘛？没有啊，吃补包而已。哎、欸，这样都有。那个草丛不看一下哎、欸，干这队友。抱歉。哎呀！哦，连出来了。哎呀！那直接打掉、欸。吓死了，吓死老人家了。哇，你也太凶残了吧！怎么凶残？凶残二人组哎、欸！我靠，你可以别猜啊，一直猜啊，猜不出啊！万里追、欸，别猜啊，干，追那小，等一下，啊！你不是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把我撞走？你可以看下面都可以把我撞走，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耶、欸！哪位？妈吓死我了！哪位在换装啊？换装，我直接什么都喷出来了。黑脑维是谁？他们有人在里面，都问他。是对面的土耳其。没有啊。你们的土耳其还谁？没有啊。哪里？里面没有人呐、啊，我都探过了。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妈、哎、的，谁呀、啊？谁呀、啊？应该被揍人。走开！看到我了！妈的，怎么揍我啊？哎，为什么？闹够没呀？我屁股凉凉的。屁股凉凉。啊！啊！这样也可以。哎呀，为什么我明明贴墙了，我贴墙都没有？你放跳！你怎么又有大了？留给你。我再躲掉你一个大，你他妈又有大，太小啊！辛苦了，笑死我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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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用大霸凌老维的吗？为什么是霸凌我？他八九，看一下。八加多吧，干。就是有我可以追着人家打。21.87啊，还没满装啊，流氓哦。没有等一下，我没有反线，你不要这样哦，你走开。突然不想撞脑耶，换人撞。撞谁？你要撞谁？撞影帅。大家都不给你撞、啊、不要撞我，不要撞我，我已经没有反应、啊、他撞你啊，我不要出来了，我要撞你后面那个出来啊哇这个哎都没有人但是啊，金卡盖一拖拉机，没玩到游戏啦，不好。这是斗塔游戏，我你妹啊！就怕剩一座珠宝而已，要斗个屁！干，这队友没有输出啊！上次被针对到没输出的，他有13颗头哎、欸，不要这样。18000。整个有点悲哀。那我先不打喽。这回事。而且你还要得到吗？我忘了，我没有朋友啊。我完蛋啦！我朋友都要读书，不知道什么。大家都是认真的好小孩。这叫凉啊！认真嘞。凉啦。真的凉了。睡觉，晚安，脑袋晚安。但脑袋生气了，脑袋不要生气。我刚刚都没有。脑袋生气了。晚安。都没有顶你。他没生气吧？没有，他没有生气啊，我开玩笑。要上班？哎、欸，脑袋可以上班了。梦到石头，要梦到石头，赶紧点，这垃圾石头。要梦到石头。蓝教共主好哎，那这样还缺一二三五个人，五个人刚好。可是我没有问他要玩什么。要二哥吗？我没有办法，没有问题。他要玩玩什么？我让他去洗澡了。哥哥，你付。大爷，干。我现在才小啊，太烂了吧！能玩啊？我原本要画 Forgamers 的，画什么？啊，幸运骰骰子哦，没骰子啦。完蛋喽！我要画六碳。
真的假的？画画。对啊，可是我觉得很不像。哎，对，干干。有好心人士哎、欸，操，太棒了。可是我觉得用得了。提我可以。布尔加特要怎么玩？甩掉、哦，没关系，玩了就知道了。那只是不行，另外。有人要拿回家吗？没有，你可以拿。我就是拿不到才这样问。为什么拿不到？我觉得乌尔加行比较好，还是提姆？提姆？我要做 AD。是我说我们现在的组合。没关系，我要做 AD。提姆？哦，因为你如果不会玩乌尔加特，我觉得玩提姆比较好，你就种香菇就好了。哦，你也不会。为了全世界带个清醒吧，我爱大家。好啊。你要不就是下一个林奈吧？什么意思？带清新化的那个啊，不然要带什么？带水滴的那个。不知道提莫要带什么？敏林说、啊、没有了，看球不是啦，我说召唤师技能。妈干，对面那组合三角。对了，老王，哎、欸，你礼拜五要来我们家吗？好啊，怎么啦？因为大哥要来吃我做的饭，然后你要不要顺便？哦，我就是有这么想的。我顺便还你钱。好的。然后，你可以donate我一袋杏鲍菇就好吗？可以啊，我可以donate你一盒蛋。不用蛋，我买了。好。你就去全联福利中心，然后买一袋杏鲍菇这样。好。嗯，然后还有，如果你有特别想吃的菜，你也可以买来，因为现在家里只剩高丽菜了。高丽菜。嗯。所以，如果你想吃什么菜，你就自己买过来就。好的。嗯，就这样。好的。我应该会买现成的肉过去，然后跟大福一起分那个肉。可以啊，没关系，他也会这样。但你们不要买太多哦，因为他吃不完。对，了解。哦，我还在想要煮什么。没关系，你就随便煮。我应该会像上次一样煮盖饭吧，然后反正我们很好养，嘿嘿嘿，我知道。啊，我要顺便叫大福买豆腐。哦，我去买，我去买，去福利中心买。哦，真的吗？麻烦你。你要买什么？什么样的豆腐？鸡蛋豆腐。啊？几盒啊？一盒。一盒就够了，我们只有三个人。好。出现出 AP 哦，大家。我是。度。哎、欸，为什么大家都不出来，还有不敢前进？没关系，你就去塔下面就好了。我已经在塔下面了。啊？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久了？开始很久了。我被打了。什么欠打？插这下。大爷，你说对面你就打，不要出去。呀！好卡哦，三小啊！我看我动作是全部加速的状态、欸。啊！我被绑了！啊！救命啊！
比较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你啊。啊？那你要什么？游戏整个在那边飘啊，很慢玩啊。出招也慢。那网络怎么突然卡了？应该是电脑问题吧。这不是该换电脑。哦，你越来越像葡萄了。啊？哪里像？你刚才跟我说你换电脑。四八四该换电脑了。对啊。草丛里面有没有塞恩？有也来不及了吧？看起来是没有啦。啊，直接挂机好不好？你不要站在原地，好可怕哦！你不是提姆吗？你会隐形啊？我说，葡萄该站在原地。哦。太痛了吧！这个手枪。后面的手好长。我不能不哭。这么痛吗？你吃什么宝？我吃起司塔。好吃吗？好吃。好的。半熟起司塔。吹死你妈的！我很瘦。哇。瘦的一道闪电。我妹。妹也很瘦。反正我们两个都很瘦。操！我认识你妹的。哪里来呀？你到时候看你就知道啦，我瘦成一道闪电。那我可以认识你妹吗？别成一只猪手吧。还不会嘞，敢。那我可以认识你妹。好，被你害死啦，英帅。不行，拉拉。拜托啦。哈哈哈！笑啥？没问题。你们那主播太痛了吧？那也要看我妹愿不愿意认识。可以的。那应该五分出不出 AD 吧？我来救你了，小弟啊！我真讨厌龙一这么。超级出 AP 手他妈有够长啊！你还走过去踩一下子，是不是啊？妈的！太早杀死他了，好想杀他，再给他打。你的大他没有装到东西啊！他被碎了。火车来了。拜拜拜拜，乐色拜干嘛？你就很难打。我伤心吧，他很臭。触摸方就不会动。哦，不装了，来当兵。啊，这不会通都快通都快死掉了！扛了五个人，你说不会通？扛掉了！扛掉了！好痛！
发现他这边的图。啊！咦、嗯，好没有了。我来不及开清楚。好没有了，靠！而且人太大，乱。完了，我定了。歪的。剪刀。干这个，这个打的真的很鸡巴啊！直接打爆他。白痴，我是贴到人身上，他不打人，他不打人。那个就是谁进打谁。啊，好烦。就是没有了虽然带针是这种，王小兵突然丢了。你咋彪我？哎呀，又死掉了！干，又带到鼠头啊！干。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新奇的东西。上弹，坦克在玩。那我不该出武器，应该把武器放掉。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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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我想到了，你的任务啊，撸这只就好。路艰难，走不到里面就死了。他不会走到里面，他已经走半程了，他已经跳前面，他跳过里面。被关住了。他怎么一边打？自己抓，就自己抓，没人搞。他打我就是有个痛，他这只一直疼，他打不动啊。对啊。我信，但是我只能赢。睡觉了，你打。好的，晚安。不要要人吗？边缘人没人。那我问我朋友。你要问大福友？对啊。好，你问一下大福，因为有一只乌龟，应该在等乌龟。乌龟？对啊，做事做很慢的人。不是，哪有人一天洗两次澡啊？超浪费水的，好不好？有洁癖的人吧。超浪费水的，一天洗两次澡的大有人在啊，为什么没有？两次很多，很浪费水。没办法，他就一次啊，他就想洗两次啊，超浪费水的。他没有我没有朋友了，要你们要要吗？没有的话就可以过。咦，你是队长？啊，干！问他为什么我是队长？因为拉拉跳出去，刚才拉拉是队长，然后就随机了啊。给笑。
哦，这个可以。哇，球女音，你要不要拿球？我拿球女要有队友啊。算，你会玩葛炮吗？会，比球女会一点点。一点点的意思。啊，碎干，嘿，拿到我要玩的了。这个该不会要出 AP 吧？嗯。这车头灯好大、啊。靠！我对面那么鸡巴组合，看你啊，背骨啊，葛炮出什么啊？黑迪啊，葛炮、哦、我的意思说要出乌川流吗？还是乌川流吗？我不晓得。不用吧？不用吗？对啊，所以就正常 AD 装吗？哎、欸，他没有玩球女哦、喔，都可以吧？误打误 AD。可是他好像也不适合出误攻哦。啊，算了，我先出门了啦，来不及了。我研究一下他的技能。他的 W 是魔啦，你可以出魔啊，然后那个 W 很痛，就这样。就没有用而已。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 ，no no no， 哎呦，干你娘！我帮你看啊，放开，这电梯，出手！在哪里？他变尸块了，打他的尸块，打不到，来。哎呦，干你娘！手电筒呢？那好凶！哎，是误穿哎。对啊，那我直接跳了。对啊。哎呦，我一直在打你。我的save好短啊！
我跟有跟神奈玩。哎，李奈吗？李奈，神奈，李奈。蛋。哇，流氓！流氓！哇，被跳过去了。哎、欸，我屏幕一直变黑，害我哦干！我忘了按 W 啦，我忘了按 E 啦，烦死了！我屏幕黑到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有事在追我，还是我真的哎，气、欸、死我！这样啊、哦，这样都不会怕，留一整场都哪有？我刚才就是太怕，然后我他妈结果忘了按 E。你在怕什么？就是狮子啊，还没上六吧？我不知道，反正他刚还是把我跳死了。干，你不要进草丛就好了。不是啊，我在塔下，然后他跳进来把我杀掉。嗯，没事。我英文作业还没写。哦，我挖大，我图还没画。我感觉这不太大，好烦耶。哦哟，很不想要写英文呢。要写啊。而且我朋友超机车的。不想跟他们抢，干，那就不要啊！啊，有一些不要。我当然，我当然只能睡安乐。可是我英文。哎呀，我英文有没有多好？其实，就慢慢练啊。反正他们用四年之后，英文好的会是。而且我填空是我的超级弱项啊，我根本填空啊，白痴啊！为什么第一进装要不断不毛啊？要坏掉！谁啊？第一进出装的是谁？嗯。这还好。没吸收他的感觉。我觉得那一开始是不是实际啊？那是捡到 CD 很好用。
捡大 CD， 我们在捡其他技能什么。他是捡大，我逮过吗？那反正捡技能 CD 啊，你是看错了。不晓得。从头到尾都捡的是 CD。什么？哎、老婆。啊，干！星星，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拒绝他的原因吗？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啼笑。为什么啼笑？因为他有忧郁症，我怕我拒绝他之后，他就说我不想继续玩了，会不会有一些被害妄想症？我怕小贝。不到，干！哎哎哎，不是吧？站在原地也有事情。这个不棒。还是弱的，来。
干，是不是有人打错电话啊？是白痴哦。他说：“您好，您我没有订旅馆啊，光小。”应该是打错了吧？对啊。你回他一下好了，不然这样他的客人会没办法。哦好。我要怎么打？我不知道怎么打、欸。我就跟他说没有定，然后他是不是打错了？就是记错那个旅客的电话号码。他是打验证吗？还是就是跟你订房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汇款，我觉得他搞错了。那你就跟他说你没有订，然后你看他是不是搞错了，不然那个旅客会没有办法那个。请再听。过不去。哦，写完了，靠！
英文真难。我英语写的很快，就填空啊，就是看不懂。我要回他啊！他没伤害，然后还是这样冲。那么慢到用？哎。我要我朋友啊、哦！他怎么那么悲哀呀、啊？干，怎么可以那么悲哀呀、啊？丽娜，你不要邀丽娜，我什么话都不会有。不会不会，不是邀丽娜吧？不是不是，等一下，是邀大夫。他邀了何公子？啊？没事没事。尴尬，怎么了？因为击败人上线了。我知道，我看到了。击败人？就洗澡洗到脱皮的那个。我觉得他真的洗太久。不会啦，通常可以洗成那样子的人，你懂的。那我跟他玩，我跟他玩，我跟他玩。啊，可以啊。那我先关麦。我在糊弄你，只要陪我打一场。好，可以用糊弄的。熊熊想到一件事情，我是市长哈。嘿嘿。对呀、啊，你一直往。起得太早，等一下哦，等一下。爱心，你几点起床？早上吗？对啊，十点、嗯。那你也没有比我早起吗？可是我四点多才。我们是同一个时间睡觉，行云啊。可是我是没有意义的早起。就是没有要干嘛，然后是被挖起来。你被谁挖起来？我男朋友啊。啊，他挖你起来干嘛？你也不知道。不知道。可以啊。然后就被挖起来，然后就很那个很想睡觉的。我开玩笑。老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什么水不能喝啊？
猪是怎么死的？问你的。三国里面谁有病？魏延。什么瓜吃不着却看得见？三国。什么人吃了总是吃不饱啊？白痴。你看啊，那就不去啊。三会光明本是假面舞会，这是你的卡。哎，你好，先生，这是假面舞会，没有假面是不能进的。Hello， 你林奈。好吧。外卖到了。是啊，从前有个人，他姓严，从小他就没有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白血病。错，脑血没毛病。鹦鹉孔雀斗法，谁最适合做饭店服务员？鹦鹉可以学人说话。孔雀，因为孔雀可以开屏。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木是火，腿长。喂，小妹，你在干嘛？啊，没干嘛呀。我不信，你要心里没鬼。为什么等一下他们不接？视频。哦，因为他那边也跟人家有约了，我没有先问，所以我们走吧，抱歉让大家。什么？现在什么情况？他怎么跑掉了？因为他已经先跟人家有约，我们吧要过吧。Sorry。留针筒。雷文，雷文，刚朗克，纳迪鲁斯，好玩，你玩这只猛的嘞，闭嘴，嗯，猛的嘞。不害怕可以吗？我对自己回答，回应却只是沙哑。小小的热闹，我学做个哑巴，
恐惧不断放大那一瞬的挣扎。善良的月亮，请继续前行吧。路是自己走的，感动不是要来的。我已孤独被拥，不惧怕，不过就是幸福来的晚一些。能不能不说再见？我们可以走很远。约定好的明天，你会不会出现？我已孤独被拥，怕什么？灰姑娘收起脚印，躲进身边。我知道成长难懂，但至少还有感动。尽全身上冒险，以为真心你会偏爱。我已孤独被拥，不惧怕，不过就是幸福来的晚一些。能不能别说我会和你走很远？约定好的明天，你会不会出现？我已孤独被拥，怕什么？灰姑娘收起脚步，躲进春天。对面雾魔魔雾，Leo，就全塔。Welcome to the Howling Abyss. The Freljord is a place for building, fighting, and eating. Prove your worth, sweet home. Minions have spawned. Lot of rum.哎，有人。我就是看，就是那东西出来的时候才要打，那他都，那其他动作不算了。哎呀，拜拜，拜拜，再踩，舒服吗？忍不住想踩他。我被拔掉了。还有被动，那虎人在那边揍我，然后被拉进去了。快点要，没来呢。死去也干，打个字而已，别这样。这样会想去送佛。你的 Q 准备好，我就跳。没到。跳不够。
盾真烧烧很多东西啊，真的烧很多东西。他都没到完了还要砍，过分。以前有盾的时候干超威猛，刚到一个不行。现在他都没完，他还要砍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砍。变成武器。妈妈的要求。哎呦！有点残。对。肉衣。好可爱。跑快！小时候超可爱。这边收起来一个桶，你知道吗？啊，对面伤害有点高啊！被睡了。好像不太高、哦。没啦，你也可以上去揍人的，你还是手上去点，那么好就可以把人家逼下来，中间你上去点。算了，就这样吧。主 Q 还是主 W 啊？哪里啊？我主 E 耶。那因为我不知道主什么。老公？还是什么？你先坦克，你当然主 W 啊。哦。不好用啊。那我改一下。当我没有用，看戏，看戏回到第一位。Shut down。没在。我想转个人头而已。很像杀我。给他死！800。
不想用旁边道具。啊，老鼠躲起来了。现在把棉花板带回来吗？可以啊。哎呀，拿了。看到老了。老了。他干什么事？只是想睡啦。我。啊！救命啊！八加九掉进去，流氓！大了是流氓，还不是个带头冲的在那边，那、啊、我杀掉啊，我可以出来。对我们是两个大头走进去都死在里面，好意思说你还可以出来？有人弹到我火球，不然不会死的。那是不是怪我、啊？这钢斧没用啊！玩的比我还菜耶，这钢斧。这里。哎呦，开始了。Run away。这是小兵多了，回去洗吧。好暴力啊、哦！叫他在那边放那个。哇！八加九。八加九哎，尹帅。快车哦！大盘到我干！嘿嘿嘿嘿，游戏上一遍。你八加九，大家出来给你搭档，你喊我八加九。太可怕了！哈哈哈哈哈！哦，你八加九啊！哇，好生气哦，东东。算。流氓哎、欸，干！是吧？东东流氓。很气。看到脑袋可能完全不所在流行了吧？帅，你
来看。我在用手机，不在看机。哦，一样的。没事啊，三打五打到这样，你没这么猛啊？还是不在四打五？林魔想变成黄亮了，请不要成黄亮的海边。黄亮，黄亮去干嘛？什么东西啊？那边有很多好吃的。认真，我觉得那边还好，那随便啊，那边去啊。自己。那边是海兽。不然听不到人脸，太乱 Q 了，太狗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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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啦！我刚一闪呢，真好玩！一闪。对啊，一过去是闪到老鼠脸上，可以好玩，打一下烂泥出在那老鼠脸上，可以空中改变位置，好像可以，你想走啊？在落地的那一瞬间改变位置，可以拉过去。被发现。啊、我没懒了，我只能一直打他。让我回个血，让我回个血，让我回个血。哟，我死掉了啦！拜了。等一下，靠！真的听见了吗？我不吃，我没炸，我要炸。老鼠。好鼠，我抓起来给你打了。你想过来害我吗？血量。哇，惊人欸，好贵！
神。我玩他玩很久，哎、欸，小明还要掉喽？哎、欸，我想抓那个东西。哇，那龙鱼超多。等一下，我问一下，妹子要不要来？啊！就他妈来个臭棒子，干你你！其实我不知道是男是女，只是他跟我说他是妹子，我就相信。哇，这么好信的吗？暂时相信啊，不然怎么办？人家都说了，难道不信吗？叫他开麦啊，开麦我就信。没开麦一律都是棒子。哦，他不开麦，那就是棒子。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开麦一律当棒子。OK， 走吧，他们有两个人。我的屁股好痛，叉牙怎么玩呢？我要拿凯特琳，虽然他感觉没啥伤害，每次打的都很痛苦。狗隔膜，狗隔膜，我们这样 AD 会不会有点多啊？那是 AD 对吗？度啊，吐起来了。凯特琳带一般 AD 好还是零？那你都带什么？拿个顺眼带他的。
我只喜欢单排而已，怎么没成就？胆小。等一下，对面的组合是问号。哦，是。请求被请求请求一只 AD 上去被人家霸凌一下。不是我，路人吧？凯特琳手那么长，你好意思叫我？凯特琳手长，手长要做事啊。对啊，我在后面做事啊。HQ Toys。干嘛？对面的雷尼克顿。230等。傻小啊。200多等是问号。谁？大雷。那个人？七老师跳不就知道了吗？没有，只是一三跑了。对啊，我一直放这个，他一直跑人。没怎么能打的。我觉得我打完这场。要滚蛋的是吗？滚蛋，就默默的爬回去床睡觉。那就是滚蛋呐、啊，对不对？讲话要讲的诚恳一点。那个 ID 谁？没有说那个 ID， 人家在开台玩别的。谁啊？那雷明克顿、啊。开台？没有，我说托尔在开台。托尔现在在开台，认真。嗯。哦，没有，那是谁谁的？击败华月。那是尬的姐姐。神奇嘞！噔噔噔，还得到一个紫星鲷鱼。哦、好想玩特工啊！加 bug。玩什么特工？全金。全金封锁。我买第一代啊，可是过了一个月，暗区全是外挂。听说全剧封锁不好玩、啊，不会啊，看起来蛮好玩的。它比一代简单。这我不晓得，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玩全剧封锁一代吧，干，好像玩到后面他觉得很无聊，剧情一下就不玩。就是打 AI， 打一打就没了，除非每天长驻在暗区里面。吐到人。谁啊？暗区不是很无解吗？可是暗区就是外挂，全满满的外挂。那打屁啊！我才不想买，因为他过一阵子就全外挂了。打入游戏。够。没人了吧？我巴德。哎呦！我怎么不见？那怎么吧？可能刚刚我们所有人遭到。打到他吧，血是满的，哎、欸，不要吃，出去，出去，他是妖怪，没了。
近哦。打我！后台东西比较多了，我从不知道全定啊，后台比较多，而且暗暗区多了一倍，所以基本上地方有，总之有啊，我看呢，东西比较多，第一代东西多。训他，训他，看他妈，懒了，恐龙好鸡，大牙。哇，是卡了！可是我没蓝了，我没蓝了，我在后面 A 兵。太阳盖有死吗？为什么高达四十？这个菜啊，感觉很厉害。其实有点多。踩好踩满。拜拜。干。用力呀、啊！有啊，我用力了、啊。太虚了，不行，感受不到。很烦，我真的很用力，能 A 的都 A 了，我技能也给了。
开吐咯，感受一下，处理啊，三甲痛 ，Ace 去，啊 ，Ace 去，我真的觉得凯瑟琳有效，打起来好不过瘾。干！放真天大一幕。一次三只，三只，他不是有病呢？不可以玩游戏。我他妈的，我他框那么多只，就框到我这一只，框到我这一只我就悲剧了。别玩游戏，妈的！蛋，好痛。是进出穿过来，流氓，好怕哟！没办法，会被追的。哪里跳起啊？我有一个，他子弹兵大哥，他子弹兵，我知道啊，可是近在前面。啊，走啊，反正你阿里出来啊。然后我的荧幕右边还有黑白色，有狮子，不是。过去啊！不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荧幕会一直变黑啊，对，就一下亮一下暗，那我就很不开心。可是昨天明明不会这样，到底为什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动过任何东西，都没关机了。对，我没有关机。他说明是没关机。可是，好吧，我晚上关机。因为这个是这台是新的萤幕啊。该滚！到底为什么变暗？奇怪。办法，用关掉那边。关掉吧。关掉萤幕打。给我打。爆爆啊！妈，我闪电扣了流，就是为了这一颗，吓死宝宝了。然后我一幕一直变黑，害我哦，好难打哦，打得很痛苦。砸了啦，一幕砸。顶他，哎，再顶一下。我不知道啊。啊，把一幕砸了，你知道？不要，可以，很贵，这台一幕，真的哎。这样吗？3000多哎、欸。
贵啊！你那个八倍是他妈的曲面不一样哦。啊！白痴，他不给我玩游戏，干你的！没有。好难过，我连助攻都没有，而且我大。那比我出坦克。给团子。妈的，先出了一些。一些。感觉是 AB。哈哈，白痴。可以啊。太慢了啦，没魔。我没搞。妈的，接不到这个东西，可能被霸凌了。迅龙，迅龙。哎，里面有一只镜子。那恐龙跑了。妈的，被晕下来了，超惊呆。没事，来收了。可以再收，再收。没助攻了，干！等一下，你他妈一出兵怎么样？干他好废啊！拜。啊！都换死掉了。你都没 Q， 放开秒他。快了，三项，快三项。我觉得他很厉害、欸，很厉害吗？干，废话，他当然很厉害了。那王八蛋秒的是我，不是他、啊。哦。超气的他。你们来过来。太神了，哈哈哈还是好容易被秒，凉了，一次收。被 CC 了，被晕了。需要一个铁飞东东的，来东。哎，没对啊！有啊，我刚才在打他。队友被队友打。妈，金超痛！穿透了，刚才也够无耻，来。
死哎、欸！妈呀！我卡了，不是吧？我卡了，我卡了。你卡了就狙啦！啊，我真的卡了、啊。怎么一次跳两个？这两只疯掉是这样。游戏无言。好了，回来了。跟我抢兵，干不给我叠被动啊！失败啊！骗子啊！啊、我正在点，差点打不赢巴德哎，巴德全 AD 了，干这个没办法，哇，低下来，哦。卡了一些，不知道守不守下来。好比就是。断六次还是他妈送六次啊？先推一点，好，好痛，他都穿透的、哦。
哎，好烦啊！没办法，我被秒杀。凉。尴尬了。那个直接被贴到啊！统一了。Forget 。分 game， 什么东西？没东西。啊，干！睡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